老师、家长以及朋友们的热烈帮忙，使得我们这个游艺会能够顺利的举行。谢谢大家。在舞台后面已经有许多的小朋友为大家准备了许多精彩的节目，就请大家慢慢的欣赏。Good afternoon, ladies and gentlemen, parents, teachers.谢谢。
请鼓掌。Thank you.
现在咱们